家要偷冰冰的，要他们去选国手。你要喊出来！我说我先拍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这样很难跑。闪身一下就好了。闪光。我靠！超速。你看到就不错，还赶过去。这一局如果抓下来，明天叶将就跑到第三去报名外卡。可以报外卡，不行吧？好，哦，9-10。